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拉乌拉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 Minecraft 生存第二集。废话不多说，快快开始吧。好慢哦。好了，现在是晚上。现在我要做那个火把啦，我做点那个 ，OK 火把，火把怎么做？有啦 ，OK 我们继续挖炭吧，做一个石镐。这边有铁矿，第一个铁就在这啦。还有那么多。来，我们继续来挖铁矿吧。我们挖完铁矿了，我们现在就能烧铁矿。放完这个，放我的木镐，好了。现在我做着点煤炭，我没有煤炭了。这都没了，我记得我那边棵树，所以现在我就去那边挖那棵树啦。这个就是一树啦。OK， 拿到了那棵。放树去烧。等到好了，我们再做煤炭，再烧我们的那个啦。我要做压力板。压力板。有了。应该做两个嘛？按错了。好了，就我想扩建我的那个屋子啦，没错。超暗。扩建完我们的那个，还没扩建完呢。但是我现在呢，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这边要放个。这样可能下面有怪，它就上不得。怎么我可以上来了？放个。这样啦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掉下去。下次呢，我们的那个也要做个楼梯。早上了，赶快做把刀，可能等下出去挖矿，可能会找到那什么啦。这个架。
OK，现在我去挖更多的树啦，不是太晚了。就是灰灰过见我们的这个。哎，我们过见完了，但是外面是下着雨了，所以还是我自己过一下看啦。先回答啦。好了，我就去滑逛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喽。我呢，刚刚呢，我把那个树挖到一半哦，换了一个村民，这边一个蜘蛛，那就射死它吧，给其他的线哦。对不起了，蜘蛛。一个村民僵尸，等他跑上来就着火啦。啊，你的肚子。死了。等一下哦。那我打完电话了，现在。看我们的树吧，还有多久？手机。对了，来我家鸡鸡，来来来，没错，就是鸡来了，来来来，来宝宝，我们赢了一只鸡回来啦！你们家有带鸡回来吗？他上不来，嗯，不错啊，这个数据，我们有一只鸡了。我说你，你进来，不要飞出去。Thank you.